嗨，杨先生。嗨。你要走了吗？对。面试的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吧。哎，那王经理有向你提到我们的产品吗？有提到。哦，不会吧？怎么了？这很不好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通常王经理都会提到我们的产品。哦，这样啊。我相信你的面试一定会很顺利的。谢谢，还不错啦。我差不多该走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，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见到你哦。拜拜。